嘉义县政府希望透过大埔美工业区的发展，带动人口成长，解决人口的问题。另外，照顾囡仔的需求也特别成立县内头一间社区公托家园，接下来也伫这个乡镇成立。幼囝伫全新的空间内底安心出头，伫大埔美工业区内底飞行伫幼儿园楼顶，阁新启用两岁以下的社区公共托幼家园。当初来看的时候，环境还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其实因为之后就遇到疫情嘛，可是老师他们都很努力的消毒，然后也把我们小朋友照顾很好。就想说第二胎也有机会的话，还是希望送来这里。嘉义县少见化的问题严重，县内两岁以下囡仔只有5200多人。为了要增加工业区的家庭人口，县府设置全县第一座社区公共托幼家园。替大埔美建立0到6岁幼儿服务体系，原则上是收托12名孩子，目前已经有10位小孩，那我们还有2名的 baby 哈，陆续会收托。好，那目前我们是有4位老师在照顾12位小朋友。县政府表示，这间公托家园是台湾幼教学术发展协会的经营，5月就开始试营运，家长的反应拢袂歹，未来阁会伫10个乡镇陆续成立，希望透过愈来愈完整的幼儿福利政策，增加父母的信心。达到我改善少囝化的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